잘해. 엄마. 哦，三二一，走。大不了你觉得他们铁三角就是明天谁会离开啊？这个问题太狠了吧？还好啊，因为我想听听。可以回答，可以回答。你看，真心话，你讲，说一个名字。我就讲真心话，我因为他们三个人气都很高，对。贾成玉，重点就是重点，就是这个第一，我跟你们一样都不知道。想抱一下呀，说谁会走。第二，作为我个人感情色彩，我一点都不愿意谁走，我的确是猜不出来，因为我三个都很喜欢。哦，给他一半。对。然后答案呢？必须说一个名字。刚刚你们问我就说三个人的名字，不是你教的那个关明阳吗？现在我认真的问你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教的？好，那你赶紧讲一个名字出来，必须。刚才那个问题我一样解释一下，不是他教的。OK， 来讲。就是我在说。说一个名字。我不知道是谁走，因为我觉得都有。说了这真心话，他们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回答。明天他们不知道谁走，但我肯定会走。就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三个人谁的能力最差？都很强啊。没有啊，这里面也不一定是能力差就会走，有可能是为了朋友情谊舍弃自己走啊。我能力差，你看，能力不差，是我你。你走吧，不是你走，好吧你。我走，好吧。哎呦，下一个你先。好了，哎呦，太感人了，姐妹情深，来，转转转，W转。